我这样过来就感觉好像会打球的样子吧，是不是？我这样，我们打一场吧，这样就不会打的样子吧，是不是？这样打就不会打的样子，是不是啊？我这样来，来你来，就很会打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就给他出每个手指都有门牌号码。小孩子你就记这个门牌号码，第一我就保证你的握拍什么都是这样的两面。你拿这个啊，准备开始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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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要不然你是那种平拍的话，它是这样的也有，这样的也有，这样就是五花八门了。对，所以第一步从握拍开始就给它标准了。好，你可能不太舒服，你可能在这上面微调一点点，你不调到这样来，你不调到这样来，是不是？小孩子他就会，你不给他设定的话他就会，是不是？所以握拍就是扣扣子，第一个扣子错了，你后面的扣子怎么办？你就扣下去，要不然就走回头路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我们的这个动作也是一样，就是要走标准。所以熊教练一直在推广，就是说羽毛球的标准。你看你们这几个马来西亚的，你们反拍动作或者往前动作，你们一个人一个样。他在问你哪里可以摆？网上有，是不是？上网，所以你们都是游击队。对不对？没有到是微步对去打游击，所以熊教练就把所有的世界冠军的反拍动作、正拍动作、往前动作、勾球动作、发球动作，全部给他拍成那个技术的图啊，影片。他们是供大家打了十年以后，大家的反拍都是这样打，没有这样打的了。嗯，他们是通过十年，一天六个小时，十年慢慢优化来的。啊，这十年呢，就熊教练把它体现出来，就跟小朋友出了，你们不要就套了。熊教练就给设定了这样打，打世界冠军动作先给他进入，不会发射不行，打不好也没关系。但是你的架枪是跟世界冠军架拍，就是架枪嘛，一样先。对，先形态的东西先一样，完了后面就练成神态的东西。神态是要有时间。但是形态我只要五分钟，熊教练就可以把这个反拍的东西交给你，那你回去就这个熊是写对的咯，写不好了啊，回去打了挥拍了练家庭作业了，这个就好，明白吧？现在我们很多的培训是你到中国去找五个教练，他教的反拍是五种，那熊教练培养出来的教练就是这一种。所以我们小孩子一来就进入世界冠军的架枪部队，永远不会错。让把这个复制给他，最少90%-95%给他了。北京是这样走的咯，他偏一点点没有关系啊，他是走的路上他还在那找到啊。啊，那你北京走这边，他往这边走就危险了，往上海走了，对啊，他就绕大圆了，是吧？最少这个方向是没有错的，他慢慢就优化，是吧？就是我把这个方向给他。哦，他感觉不舒服，他微调一点啊，这里啊，他这都一点点，微调一点点，这个就不怕了，是吧？那你这样就危险了，啊，这样，那就到上海去了，是不是？错路啊！我想，这因为这个好在哪里呢？我是1.8米。180公分，啊，他180，他摸我这个手指正好，就像手套一样。如果小朋友，你看女孩子1.6米、1.7米，他就会这个就会小一点，跟手啊，明白了吧？他根据高度不一样。啊，跟他高度不一样，看你进来就可以了，你就舒服了。那世界冠军基本上是这样摸的。教练，我拿手了。你把钱留下来。我是怎么逼出来的呢？我在台湾教球，那小朋友抓的拍是五花八门。我说你拿你的球拍来，我就在他手上画，画到手指位在这里哈。他打第一拍打出去可以，第二拍他找回不来了，我就在挖做什么？用你的左手，大概就跟我左手。问题是左手，右手来的，右手拍，还是右手拍？右手拍。他有份左手拍，右手拍。有，这是正手了，这是反手了。反手一个位置了，我先拿了。
你摸一下可以，但是你不要拿走啊。就给钱就好了嘛。谈钱伤感情，谈钱伤感情，不拿走就行。我们是要抢走，不能拿走。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啊，对啊，你记得门牌号码就对了。记得。哎，不认识家就对了。几号啊，哥？36号，36号，你进到家门口，让每个手指的号码就对了啊，这是反手，这个手是反手啊，反手是这样打的，这样打的，哎呦，是不是啊？对小朋友就是戴了个牙套，那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原来不一样，就要长牢了。这是技术问题，要保护。没有，要保护我们中国的技术。握把皮有一种握把皮，它中间有一个筋骨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 对你知道那个是什么要它干嘛的吗？就是一下。它是那个筋骨，就是像我们这个鞋子，它有这个不会滑。防滑。像我们的车啊，不是有一个动一个的胎呀，轮胎有那个东西吗？对对对。啊，就是那个作用。你一杀完球握得很紧，杀握得紧，它拍子不好拍的话，它就压线。它动了一点点线外，明白了吧？那我们这个有这个东西就代替了，好像推土机，你站在不动，推土机你这样才会有力，是不是啊？推土机在这里是没有力的。OK， 我的反拍在这个里面，在这个槽里面，我顶得过去，它就不会跑掉。如果在你这上面打滑，它就消掉了。我推土机在这个里面有顶得住了，就有这个东西，我打滑了。对，啊，杀你杀球杀完了，啊，他不会跑了，不会打滑啊，有汗他不会跑。对对，就是。呀，起来呀！我来呀！我来呀！对呀对呀。所以。这个就还是高空呀。世界上你不用。我们有做球拍没做球拍都不管了哈，从球教练来说，世界上那么多噱头的球拍都是假的，世界上唯一有对握拍对技术有帮助的就是那拍小朋友，你有十个小朋友招，他是边打他边去握拍，你是抓不到他的，所以你说他打完了回位啊，他就回来，就一句话就够了。啊，这哑巴教练，你记得哈，你打完什么球，你要去找到那个槽啊。啊，这个哑巴帮助我，就是被我50年每天6个小时是在羽毛球，7个小时是在羽毛球场，50年到现在，可能到90岁还是一天6、7个小时在球场。我在球场不是睡觉的，我就在想。完了，好，完了。